这个问题呢，就是每个人的发质不一样，然后烫的那个流向也不一样，根据个人烫的流向来打你。有的人呢，他烫的是往内扣的，有的是外卷的。你可以说内扣的呢，就把头低的手绕一绕；外卷的就用吹风机往绕一绕，往后吹，然后上一些防毛躁的东西，上一些定型保湿的定型，就多做一些保湿的护理，给它增加一些韧性，补补水。